我们还是用这个，就是一张 A4 的纸，这样大的红纸，把它就是对折起来。这个一张纸可以剪两个啊，这个左右对称的都是以这个四层来制作，把它折成这样。注意开口啊，就是我们这个灯笼的开口是这样的啊，这个是一个就是半圆形的，就是我们剪这个灯笼，一个半圆形的，就是稍微椭圆一点就可以了。灯笼也是那个，就是节气之间都可以使用的，并且这个灯笼里边，以后大家学会了以后，还可以在里边剪字都可以。这个就是立体一点吧，画一点弧度，这个。有点像括号这个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就是要剪的部分，把这个就是把它用这个阴影把它涂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画好以后就开始那个剪这个灯笼。这个还是用剪刀尖，然后去转动，不要去那个，就是去戳这个洞，戳洞就伤了手。这灯笼里边这个麦也是阴剪的，这个你看，我们剪的时候全是就是逆时针方向。一定要左右手同步去那个转动这个纸，或剪刀的快慢，这样它剪出来的线条就流畅。
灯笼这个是也是比较喜庆的那个物件儿。你看过年过节啊，就是大门口啊，阳台上面都要挂这种。它跟拂笛一样，都是左右对称的。我们再把它修一修，好了，这个灯笼的剪纸我们就剪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。今天这个就是剪纸，就学到这里。熊猫剪纸，然后我们还是准备一张就16开的这个红纸，把它折好，大家看我怎么折的啊，一定要把它对整齐了。这个也是一个左右对称的剪纸，我们画的时候这个熊猫头和这个身体基本上是达到1:1都可以，这种卡通一点，大家注意这个就是开口啊，这个不要就是画反了，画反了剪出来就是坏的。熊猫的眼睛大家注意，这个画的时候稍微大一点，因为我们里边要剪锯齿纹，要小了剪出来就没有了。这可以卡通一点，这个就是熊猫。
好了，画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剪了。剪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从里边开始剪，从眼睛开始。我剪的时候，这锯齿就要大一点。你们剪的时候，把锯齿剪小一点，有毛茸茸的感觉。因为我们这儿时间有限。所以我们剪的时候就是左右手都在配合用的，左手是转动纸张，右手掌握剪刀就可以了。熊猫是我们中国的一种，就是相当于一个吉祥物了。它存在着就是对外交流，有很多就是国家都养殖了我们的熊猫，所以说这个熊猫在国外是挺受欢迎的。熊猫也成了中国的一张名片了，这个，所以说在就是中国画，就是剪纸里边表现的特多这种。这个时候剪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我们剪这个的时候，剪外轮廓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要换个方向剪。剪这个的时候，一定要就是逆时针方向剪。还有这个就是剪这个就是孔的时候，一定要就是用剪刀尖去转动，不要就一戳下去，戳下去就要伤到手。
好了，我们这个卡通熊猫就讲到这里了。展开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熊猫就讲完了。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就是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再见，谢谢大家。